那我便去会会他。他是射不中的，你从前射的东西没一个比你快，而犬阴兽却永远比你的箭快上好几倍，你不如算一算你箭的速度和它移动的速度，往偏里射。阿兰惹，差不多可以出来了。短时间内射不中是很正常的，别因为疲累被他给吞了。再给我半炷香，如果射不中我就出去。阿兰惹，阿兰惹，深夜，你如今临战倒是越来越冷静了呀。犬阴兽凶猛无比，师父你为何要让阿兰惹同他对战？他不是射中犬阴兽了吗？他身处险境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可是你妻子。我方才在池高没有留意那么多，更何况有一纸婚约就是夫妻吗？我跟阿兰惹都不这么认为。方才你不是出手相救了吗？我若是再出手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我若不快一步，他已被犬阴兽咬断了胳膊。没事了，人救下来就好。一会儿你扶他下去休息，我去准备膳食。你不是嫌我的血脏吗？
我以后此事要让他污了你的手。你安分心。你喜欢上我了，沈爷。你喜欢我，沈爷。你别乱动。我现在头很痛，你笑一个给我看看。玉凡放肆了，是不是从没有人像我这样捏着你的下巴调戏过你？